我要拜托你来做我们万代集团的总经理，真正是家人到未背。你搁跟我呛声，阮查某囝敢若一个爸爸，就是高志宏。啊，不过张家良心肝来，是不是只有你这个爸？我唔。贵了天性，是不是你同别人压手？老婆都改变些事情。那你我嘞，我还兄弟以为你永远都袂回来啊！你敢有关心我？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个拜喽，按时八点，天之娇女。我的发生车祸啊！以前伊个脑部受伤真严重，所以即马昏迷指数哦，干三尔。你爱加油哦！一龙，你起来啦！你安尼我也唔甘咧。你妈妈的心肝无这么强啦！你竟然用这款这么低级的怪邪步骤来对付我，哈！有栽雕，你就继续当个鬼，丧家难保。杨家良，真心叫做张水坤，欺负阮小妹小妹，害伊不幸，相信都是张水坤甲小妹的查某囝。明明就是那对姐妹啊！就知影家己的亲生爸爸是上吊人，我管！张文丽，我请你回去，甲恁查某囝张子晴讲，伊若是搁较欺负我的查某囝。都卖怪花，无带良彭总裁的面子，好伊歹看。你的女朋友哦，伫咧台北车头的大厅哦，坐满规头卡啦，那就一定爱找阮进路。今日你若是唔带，我就陪走。唔走！哎，你唔走！你唔走！你走啦！哎，骨肉真重要。那你我咧，我爸爸。别再是说大家对我有气不露吧。你妈的！想想是我怎么干？当时我是地方别的亚索，而且拉珍珠，老婆都改变些事情。